我们上一集呢就讲到，你看这个石虎的太子石宣，就想呢，刺杀他的亲兄弟石涛。当时呢是深秋九月，这个行刺行动当日呢，就在这个邺城天空东南就出现了黄黑色那种云彩，东西啊布满了天空。当时就是那种天象啊，看着挺险恶的。那么这石涛本人呢，啊，他还挺懂那个天文星占，他看见出现这种景象呢，他就心中顿起这个厌恶之念，他马上就对左右那些从官讲：“你看，天有大变，当有刺客取于京师，也不知道应在谁身上。”他万万想不到，你说他这么显赫的王爷，谁敢刺杀他呀？当夜呢，石涛和太尉府的僚属，多人呢就在东明观宴饮，酒酣乐奏之时，石涛大概估计是人预感到某种不祥，悄然长叹道：“人生在世，居世无常，别意会难。今各赴一杯，诸位开怀畅饮，请大醉为乐。谁知后会何期呀？咱们能不高兴一天就算一天吗？”言罢呢，这个石涛啊，连饮数杯，当时呢悬然流涕。当夜呢，你想喝的大醉啊，他就在这个佛堂精舍啊，那就睡了。在石宣的亲自指挥下呢，他手下的那历史上记载的明明白白，叫杨飞呢、穆成的、穆皮的，估计是哥俩，还有赵生啊，就是那个太监啊，这些人呢就爬着软梯，到了东明观的这个高墙了，一下就进去了。你想要别人还干不成这种事儿，也就是太子啊，然后他才有这种权力，才有这种器械，然后就闯入了内室。那几个人呢，有备而来啊，刀捅剑劈，就残杀了正在睡梦中大醉的石涛。然后呢，这帮人把凶器丢掉，又爬那软梯逃走了。转天早晨呢，这石宣就假装刚刚得到弟弟石涛被刺杀的消息，急忙派人到皇宫禀奏。石虎接到这个消息啊，他特别喜欢石涛的儿子，哀惊气绝，一下啊急的哀的都死过去了，好久啊他才苏醒过来，嚎哭之余啊，这老暴君爱子心切，伤子心痛，他马上要前去观丧，我得看看我儿子尸体怎么样了。当时呢，手下那官员司空李农谏阻他，杀害秦公石涛的凶手肯定是朝内之人。陛下应严加防备，不可轻出。李农这一句话实际上救了老石虎当时一命。于是呢，石虎在皇宫太武殿布列严兵，把爱子石涛的尸体呢装进大棺材之内运进来，在宫内大办丧事。石宣这个时候就带随从1000多人，全副武装，素车白马而来，好像也是来奔丧了。但是呢，他临丧不哭，亲手揭开盖在兄弟石涛身体上的造尸布，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浑身是洞，到处的血乎流烂的尸体，大笑而去。所以说这石家子弟个个是人面兽心。石宣石涛他不是一般的兄弟，他不是同父异母，这两个人是同父同母亲兄弟，你说手足相残到这种地步。那么石宣出了宫门之后呢，下令逮捕平素和他自己关系不好的大将军、济世参军郑敬啊什么好几个人，就准备嫁祸于人，说是这些人杀的。其实呢，听说石涛被杀，石虎当时已经怀疑到石宣了，因为别人再有天大胆子，有谁不顾诛灭九族的大罪，你敢谋害石虎的爱子呢？尤其是石宣在石涛葬礼上那种大笑的举动，早被主持丧仪的工人告到石虎那里去了。害怕这个石宣呢得到自己招旨之后呢不入宫，石虎就派人假称就是他妈呀，这个母后啊丧子之痛，哭了已经昏迷要死了，病危了，你赶紧啊去看你亲妈去。石宣还真想不到啊，他爹石虎怀疑自己 是自己杀他弟弟，昂然而入。刚入宫他就被那些禁兵啊软禁在内省，就是中书省了。很快呢，石虎就派人把这个杨飞、穆皮、赵生什么这些人都逮捕了，一一拷问。杨飞和穆皮这两个人武将出身，功夫又好，到了晚间，这两个人啊，把那个枷锁啊给弄破了，
弄掉了，逃出去了。那个赵生那个人就是一个宦官，你想他腿软又没什么功夫，大刑伺候之下全部招供。石虎这个时候又悲又怒，立刻逮捕了石宣，他派人用铁环把他儿子石宣的腮帮子穿起来，四肢呢镣铐锁紧，唯恐这逆子逃脱。接着呢，他派人还制作一大木槽，把那些剩饭剩菜剩汤弄里头，就像喂猪一样啊，让这石宣趴在地上吃。你想大腮帮子被铁环都勾穿了，估计石宣即使饿想学那猪狗吃东西，他也吃不进去多少。老暴君他特别喜欢刚刚被杀的儿子石涛，他拿起沾满爱子鲜血这个刀剑，他就不停在那舔，用舌头哀嚎之声啊震动宫殿。依据常理啊，你想他自己一个儿子杀掉另外一个儿子，国法家法都该偿命，但家丑不可外扬，何况你是帝王啊，私下你就把他石宣处决算了，一了百了了。来，石虎这个人特别的凶残，独出心裁，大张声势，就类似于开公审大会一样啊，公开虐杀自己的太子石宣，四处找寻地方啊。哎，赵国官兵呢，最后在邺城城北的铜雀台附近找了一块开阔的地，堆起数丈高的大柴垛，在柴垛上呢扎扎实实制作了处决石宣用这种木桩。木桩伸出的横木上呢安置有轱辘，以此呢来协助这位太子石宣升天。行刑的刽子手方面呢，你说石虎你找一职业的，不，他是派自己刚刚被杀的爱子石涛平时最喜欢的两个太监，一个叫郝志，一个叫刘霸，两人干活。你想太监本来性情就阴毒，如今呢又怀有深深的丧祖之痛，因此他们行刑时的残忍啊，那种这个变态啊，就自不必多言。当然了，细节啊我就不太讲了，你看原始史书啊，当时看的梅老师我也心惊肉跳，反正慢慢折磨吧，最后折磨的这个石宣血肉模糊，但是呢还没死，死这就不叫折磨了。而且这两个太监干活还特细，最后把这石宣全身上下那个伤口整的跟他们自己的主人这个太尉石涛的身上的那个伤口差不多了，基本完全相吻合了。哎，这两个太监互相满意的，哎，互相点头击掌，哎，这活干得不错。石宣这个时候还有气儿，还特疼，在那挣扎呢。这两个太监从柴垛上下来，命令兵士四面纵火，把这带柴垛的点燃了。石虎干嘛呢？石虎本人和宫中数千美貌的宫女还有嫔妃都站在坐在铜雀台那儿看戏一样观看整个的行刑过程。小火大火烤了烧了一个多小时，石宣的身体呢终于成为灰烬了。然后呢，石虎下令把这位前太子的骨灰分别撒在城中各个十字路口，任千人见万人踏。你说这出好戏按理说应该算完了没有？石虎就认定这儿子石宣太暴逆了，全家应该杀光。这个时候呢，这个石宣啊，他那个家人啊，他的妃子啊，还有他几个儿子，一共九个人吧。啊，你想石宣的儿子就是石虎的亲孙子，九个人包括石虎的这个嫔妃，都是在柴垛旁边。这个时候呢，钢刀剁头，然后都把尸体扔入这个还在那燃烧冒烟的这个炭堆之中。当时石宣最小的儿子才五六岁。聪明伶俐，长得特别可爱，小嘴还特别甜。这个人一直啊是被石虎养在自己的身边宫中的。你讲这老头喜欢逗小孩玩啊，所以石虎虽然恨这个石宣，但对这个孙子，你想天天跟自己长着在一块长大的，百分喜爱。这个时候，你按照法律，这个孩子也应该弄死啊。这个时候他就不忍心，抱着这孩子就哭。小孩子亲眼看见自己的父亲、他妈还有兄弟相继被残杀，几个卫士太监现在又奔向自己，明晃晃的钢刀，吓得就紧紧抱住他的爷爷的衣服，就哀求说：“这孙儿，我没有罪过呀。”石虎当时很想宽恕这个孙子一命，你想这小孩子真是他至亲骨肉，天天跟自己在一块儿。石涛手下的太监当时已经杀红了眼了，就从石虎的大暴君怀抱中一下子抢过这孩子，周围的宫女嫔妃啊，见之泪落。为什么杀别人啊？他们都不怎么认识，也不是说特别的惊讶，
你说这小孩天天跟自己在一块玩，天天跟皇帝在一块玩，包括这大魔头石虎，沿着小孩子被杀，一下子因为惊吓和哀痛，很快就生了一场大病。不管怎么说吧，这个石宣一家都杀了。石虎呢，这个病稍微好了之后，依旧是怒不可遏，就下令把东宫宫内啊太监50人以及东宫兵卫当中高金军官300人都处以车裂极刑。那车裂那绝对是特痛苦。然后又把这些人被肢解的尸体呢全部投入漳水去喂鱼。你说杀了这么多人也差不多了，不，他又下诏把东宫卫士10多万人全部送去凉州边疆的地方去劳改。最可怜的就当属石宣、石涛的生母杜氏，两个儿子互相残杀，他自己呢也被废为庶人。至此呢，这大赵王国又没了太子了。这个王国没太子不行啊，石虎他又召开大臣商议，为什么呢？商议这立着皇太子的问题啊。皇太子俩都死了，太尉张举啊当时出自公心就说，燕公石宾、彭城公石尊皆有5亿文德，陛下呢神驰已衰，就是您现在岁数已经大了，四海未一，请从您这两个年长的王子当中啊选一个。当时还有个将军叫张才的，他就说，陛下先前的石穗、石宣这两个儿子，他们的母亲都是出自那种唱剑之家，要不是家里就是演戏的，要不就家里就是那些屠夫什么的，所以呢祸乱连结。现在您选择太子，一定要选他母家是特别高贵的，而且呢仁孝的这样的孩子来当太子。那么张才当初率领军队破上邽的时候呢，曾经俘虏了前赵皇帝刘曜的小女儿，当时啊这个刘家姑娘才12岁就进献给当时还是石勒手下中山公的这个石虎。石虎呢当时就纳入宫中，把这位帝王之女呢就纳为这个妾室。如今呢这个刘氏生下的孩子叫石氏，才10岁。假如这个石氏被立为太子，那石虎死之后呢，刘氏就会成为太后。张才当时想怎么呢，自己肯定就会以恩人的身份呢拥有辅政大权。石虎看了看张才，知道对臣子的意思，就说卿且勿言，吾知矣。转天呢石虎就召集众臣在东堂会议此事。老头子呢开宗明义痛心疾首，先自我批评一番，哎，我真想用垂石回3大壶清洗自己的腹肠，内中秽恶，连生兄子，你看两个儿子一过20就要杀爹，现在呢石氏才10岁，等他20岁我也老得差不多了，不用再担心这个儿子要对我干什么。暴君的一言一出啊，群臣也不敢说什么，都在太子的推举书上啊签署名字表示同意。当时唯独有个大臣，就是大司农李默，他不签名。石虎就问李默的原因，李默说呢，你看皇帝你应该以天下为重，你不应该立这么小的小孩为皇太子，所以我不敢署名。石虎当时也叹息，我知道你是忠臣，但是你不理解朕的心意啊。为此呢他还是强行下诏立赵国年方10岁的石氏为太子，立他的母亲刘氏为皇后。老暴君这一招棋实际上是他这辈子最臭的一招棋。现在呢石虎又立了一个新太子，慢慢的他病得也好了一点，一直自称大赵天王的老暴君呢，他终于要过真正的皇帝瘾了。他就于东晋穆帝永和5年，就公元349年12月，他就继皇帝位了，改元泰宁。他那些儿子呢活着呢都晋爵为王。称帝之后啊，按习惯应该大赦，当时呢石虎余恨未消，他的先前石宣那元太子折戍凉州的那些东宫卫士10多万人呢依旧不在大赦之列。这些人呢路经雍州，也就是今天陕西的凤翔，刺史张茂呢又把这些军事的马匹全部强行截留，让这些人啊用手推着车搬运粮食，步行到凉州他们被遣戍的地方。这个时候呢这些人的头高丽都梁独深知东宫卫士心中那种怨怒之情，就派人到士兵当中串联，宣布要起兵东还。你想从前锦衣玉食，如今沦为庶囚，
忽听有人带头，军人们没有一个不听从的，跳跃欢呼，发誓就要跟从。于是呢，梁都自称晋朝的征东大将军，率众起事。这些人你甭看是一帮要去劳改的，已经被剥夺了兵甲的这些兵，但这些人都身材魁梧，以一当十啊。当初石宣挑选军人，精挑细选，东宫卫什么都身高1.8米以上，力大无穷，所以称这些人为高力。为什么梁都的这个他的官职叫高力都啊？所以这些人就叫高力，又高，力气又大。不仅是身高力大，这些人都武艺精湛啊！你想，骑马善射，个个都是特好的那种战士的材料。所以造反之后呢，这帮人抢掠百姓家里那些斧子呀、长棒啊，一下子就是攻占，所向披靡。接着呢，这个边地的戍卒好多人也加入了队伍，一路攻城陷寨，到长安的时候啊，已经有10万多人了。这个时候镇守长安的是乐平王石苞，率领重兵出击，一战即溃，最后呢只能退守兼城。梁都呢得胜之后，率领众人东出潼关，直往洛阳进发。石虎这个时候急忙派李农为大都督，率征虏将军石敏率领10万军马前去阻挡。新安一役呢，这李农也被打败了。洛阳一战呢，李农又败，这石敏这个时候也不管事儿了。梁都继续率军东掠荥阳、陈留这些郡，势如破竹。大恐之下，这个时候石虎啊，这阵年老体衰了，自己啊根本就带不了兵了，他就让他自己的儿子燕王石斌为大都督，统帅大军，包括这个大将军姚业忠、车骑将军蒲弘等人一起讨伐梁都。姚业忠呢率领8000羌军到了邺城，要求亲自见皇上，亲自见石虎。石虎当时又病重了，不能马上召见，就派人赐御馔，就是皇帝平常吃的一堆食物给这姚业忠。姚老头子大怒，跳轿道：“主上召我来是鸡贼，应该向我面授方略，我难道是来求碗饭吃的吗？主上不露面，我怎么知道是死是活？”哎，石虎一听姚业忠如此说，只能是强自起身，倚在玉榻之上，强打精神就接见姚业忠。姚业忠呢一直是个直率之人，就当面责备他说：“怎么了？你是为你自己儿子死的事情忧愁得病吗？你儿子小的时候你不择良师教导他们，长大就四行悖逆，你杀就杀了，又有何愁？你久病在床，现在又立一小孩为太子，如果你病不好，天下必乱，你应该为这事儿发愁，你不必愁啊外面那些造反的贼寇。梁都率领那些都是穷困思归之人，不足为道，待老枪我为你一举击灭他们。”姚业忠的本性耿直，你看就连他称呼石虎也一口一个你，从来不是说陛下什么的。石虎也不怪罪，因为这个时候乱起之时啊，正靠此辈忠勇之人。他挣扎着坐起，马上口授姚业忠为征西大将军，亲自赐给他上好的良甲还有骏马。老姚头呢腾身上马，大叫：“等我破贼给你看。”这姚业忠呢身披铠甲，跨马于中庭转了一圈，策马南驰，就不辞而出，率领这个东宫这个将士，这个造反这个梁都兵势再盛，遇见姚业忠的羌军和蒲弘的底军，也只能自认倒霉备孕。荥阳一战，这高丽造反的军事大败，这数万人，包括梁都本人，都人头落地。实际上，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熟知历史的话，这支征讨大军中有两个皇帝爷爷，谁又能对付他们呢？为什么说两个皇帝爷爷呢？那蒲弘，也就蒲弘了，他的孙子苻坚建立了大秦帝国，追谥这个蒲弘为惠武帝。姚业忠的后代呢，建立了后秦，追谥这老姚头为始祖皇帝。所以说有两个皇帝爷爷在里头。那么胜利的消息传来，老暴君石虎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他快挂了。弥留之际呢，他就以彭城王石尊为大将军，镇守关右；以燕王石斌为丞相、录尚书事；张柴呢为镇卫大将军、领军将军、吏部尚书。这些人呢，都是受遗诏辅政。石虎啊，当时也老糊涂，你既然遵从自己的儿子石斌，就不应该又这个让这个张才当吏部尚书，吏部尚书是管人事的，还有那镇卫大将军，相当于这个卫戍司令啊，兼禁卫军统领啊，你把这么大的权位给这个张才了，你看他总握文武大权之后呢，张才就和刘皇后合谋，
把在相国就读、研究打猎的石斌呢召回邺城，就斥责他无忠孝之心，就把这个石斌软禁起来了。接着呢，彭城王石尊也到了邺城，张才呢给他进兵，打不出京城。这个人至死也没能见到他老父亲石虎一面。石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是回光返照，这人死之前都有一阵忽然之间就醒过来了，就让人啊用辇抬他自己到太武殿西阁，他最后找一找帝王的感觉，君临天下嘛。忽然之间有龙腾中郎200多个人呢就在他面前下拜。什么叫龙腾中郎呢？龙腾中郎就皇宫当中那些羯族的终极禁卫军官，眼见老皇帝都要挂了要驾崩了，深恐国乱被杀，这些人呢一起向石虎提出诉求了。石虎当时心情还可以，就问你们想干什么，想要什么呀？这些人就说了，主上圣体不安，应令燕王石斌入宫宿卫，主掌天下兵马。因为燕王石斌跟他们一样都是羯族嘛，众人就这样一说。其中呢这些这个禁卫军官有人还高喊，您应该以燕王为皇太子。石虎当时根本就不知道燕王石斌他在这儿被软禁了，恍然恍恍惚惚，他不是恍然大悟，恍恍惚惚，哎，燕王不是在京城吗？把他招来啊！石虎左右的太监宫女都是刘皇后的死党了，这阵儿，所以他们就骗石虎，这个燕王喝酒过多，现在来不了了。石虎就吩咐，派我的辇车去迎他入宫，我要亲自把皇帝喜寿交给他。本来呢，这石虎当初立石氏那小孩为太子，他就以为自己还能啊，哎，怎么样再活10年？如今呢，半年不到。他就病成这样了，石虎知道自己死期将近，就很想改变主意，就立石斌啊，他这个儿子就是年岁就比较长的人啊为长君，宣令数声，无人应承。石虎这个时候完全是孤家寡人，就跟从前他那伯父石勒一样。到晚年，张才刘皇后的眼线已经是遍布宫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去把这燕王石斌招过来。燕王石斌本来受到软禁，来也来不了。很快呢，张才就率领兵卫赶到，就轰散了那帮龙腾中郎。石虎这个时候还想说些什么，忽然一阵晕眩，昏迷过去了。这下昏迷过去之后，老暴君就再也没有醒来。数过时辰过后，这个做绝无数坏事的石虎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么石虎死了，这个后赵的国家又会发生什么大事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我们上一集说到呢，大魔头大暴君石虎嘎嘣一下死了。这石虎刚死呢，皇后刘氏他就交招任命张柴为太保，都督中外驻军事、录尚书事，内内外外的军政大权呢等于都归了这位张柴了。接着呢，刘氏和张柴哎两个人还挺果决，马上就派人在京内杀掉先前被软禁的、对这个当时这个皇太子最具威胁的石虎第六个儿子燕王石斌。这样一来呢，11岁的太子石氏就继位了。这小孩毕竟才11岁嘛，不到11岁。刘氏呢就以太后的身份呢临朝称制。刘太后啊，毕竟是个妇人，
当时才20多岁的年纪，政治经验十分缺乏。最最关键的是什么？他自己的家族啊，就是前赵那匈奴刘氏皇族。石勒在平灭刘曜的时候，已经把刘氏皇族杀的是干干净净。因此呢，这个时候刘氏他背后没有任何的什么叔伯兄弟啊、侄子啊、外甥能活着，宗族势力等于零。京城以外呢，他又没有亲戚，做强镇啊、拥大兵啊作为后盾，他手里只有一个10多岁多一点的这么一个儿皇帝。这张柴呢，又不是说什么胆略超常之人，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庸才。所以说，这样的政治联盟，它存在的寿命，大概呢，我觉得只能以天来计算。张柴杀掉这个燕王石宾之后呢，就和太尉张举合谋，干掉司空李农。他就跟张举说了，咱们先把李农做掉。可是这张举呢，平时和李农呢饮酒欢聚，是感情不错老同事，全然不顾政治斗争中你死我活这种原则，把消息就透露给李农。李农知道后大惧，当即就逃出京城，奔往乞和军的根据地广宗，也就是今天河北的威县，率领数万兵民在上白那地方坚壁据守。李农为什么去广宗呢？因为他本人就是乞和军的首领出身，所以说他有地方可逃可避，换上别的京官，官阶再大也只能在家里等死。刘氏呢，忙派张举率领禁卫军包围李农。你看，李农之所以能逃出升天，本来就是张举向自己泄的密。这个刘皇后呢，不明就里，还依旧派老同事包围老同事，结果呢，不判自明。最要命的是呢，李农不是争皇位的宗室，你把京城禁卫军全部抽调去打这么一个人，等于就把心脏暴露于腹腔之外，邺城首都可以一攻即溃。于是呢，邺中那地方，邺中地区群盗大起，互相劫掠，老皇帝驾崩了，儿皇帝登基啊，人心思乱，中原大地马上就要陷入血雨腥风之中。石虎第九个儿子彭城王石尊率3万禁军呢，正行军到这个河内，突然听说父皇石虎的死讯，听军就不前了。这个时候呢，刚刚消灭了梁毒，全军大胜而归的姚业忠、蒲弘还有石民等人呢，正率领大批将士呢回军，就在李城呢和石尊相遇了。石尊这个人，他是石虎先前杀掉的那个太子石遂的同母弟。这个人呢，岁数也长，依照继位的次序呢，也排于前列。于是呢，众人就齐集石尊的大营，进劝说：“殿下您年岁又长，而且贤德，先帝先前啊也有意以陛下为嗣君，但他晚年昏祸，被张才等人所误。如今女主临朝，奸臣用事，你看上白军队相持不下，就是指着朝廷军队攻打李农的那个军队，互相在那打，京城素未空虚。殿下您如果公布张才的罪名，我们可鼓刑而讨之，邺城之内谁不倒戈开门迎接陛下您呢？”你看石尊一听这个，众将都拥护自己，当然乐意了，他就在李城公开起兵，拥重兵直趋邺城。半路呢，留守洛阳的洛州刺史刘国这些人也率大军加入，一同开进。等石尊的檄文送到这个邺都啊，张才这才慌了，赶忙派遣这个飞骑，就是玩命的不停的派遣那些人啊，使者召唤在上白围攻李农这个禁卫军。上白离邺都、离邺城路途遥远啊，这个禁卫军大军一时不能回返。这个时候呢，石尊的大军呢已在砀阴扎营了。这个时候有多少人呢？将近10万人，全都是后赵的这个最精锐的军队。前锋是谁呢？平鲁将军石敏。张才啊，当时非常慌，非常怕，但他也是武将出身，依旧布置城防守御，准备了凭借邺城的坚城啊，和对方一战。但邺城内的羯族那些部帅兵士呢，都愤愤相拒而言：“天子而来奔丧，我们应该出门迎接，我们再不能为张才这个人做守城兵。”
于是呢，众人乱哄哄地往城外跑，前往师尊的那个大营投诚。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张才当时手斩数十人，根本挡不住城中的兵士出逃的那种洪流。哎，慌乱之间，忽然有人报告，他自己的亲信张离也率领宫中最精锐的2000龙腾军斩关冲出，迎接师尊。到这一下，张才是完全心凉，他知道自己要玩完了。宫内呢，这刘皇后刚刚垂帘听政20多天，说句实话，那座还都没坐热，忽然发现天下大乱了，母子性命危在旦夕。你说他先前下令诛杀石斌、攻杀李农那果敢，一下子蒸发不见了。于是呢，他招来这个张才，悲哭道：“先帝子宫未病，祸难繁星。如今呢，这个皇帝冲佑，托之于将军您，你有什么计谋啊？”张才就是一武人，傻呆呆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刘氏就问了：“那不给石尊封以高官，可以躲过此次灾难吗？”张才呢？你说刘氏问他，你出个主意吧。哎，微微，他就不知道出什么主意好。这个时候，你看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将军惶怖异常，想不出任何招数。刘氏这刘皇后、刘太后看见张才一个屁都放不出来，只能自己拿主意，马上这个下诏，以师尊为丞相，领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加皇钺、九次增封十郡，这有什么用呢？张才硬着头皮，只得大开城门，亲自在城外的安言厅跪迎彭城王师尊。没等张才开口说两句奉承道歉的话，师尊手一挥，数名士兵向前一顿拳打脚踢之后，就把张才捆起来了。于是呢，师尊冠甲要兵，率数万禁卒从凤阳门入了这个京城了，升于太武前殿。升殿之后呢，他先亲自到石虎大观子前祭拜，然后呢，他就进入东阁办事。首先，他下令押送张才于平乐市人多的地方公开斩首，夷其三族。接着呢，他又假借刘氏这皇太后的诏令，怎么说呢？说石氏年幼，皇业至重，不能继承，以石尊继位。因为这阵儿刘太后她还是能用的，她还是可以当皇子的。即使是把这个石氏废掉，也得以她的名义把她亲儿子废掉。石尊呢还假意谦让，群臣这个时候却真心推举，一定要石尊当皇帝。于是呢，石尊继位称帝，大赦天下，并下令上百围攻李伦的军队来回撤，咱们自己人别打自己人了。他先是下令的封这刘氏为太妃，石氏为乔王，没过一天，他就派人把娘娘一起给杀掉。石氏这个小皇帝呢，只当了33天，就和母后一起脑袋搬家了。至此呢，刘皇后死了，刘太后死了，曾经显赫一时、擒杀西晋二帝的匈奴汉国刘氏，连最后一点骨血，就他这闺女，也在人世上荡然无存了。石尊称帝之后呢，尊他生母郑氏为皇太后。这位老妇人如今也算是苦尽甘来吧。你想他的长子10岁被废杀的时候呢，他已经被贬了。石尊呢，这个时候还下令以石斌的儿子石衍为皇太子，然后三哥石建为侍中，五哥石冲为太保，七弟石包为大司马，十弟石坤为大将军，并封功劳最大的石敏，就是等于他义兄了，为都督中外驻军事、辅国大将军、录尚书事、当朝辅政。这个时候呢，一直在上白和这个刘太后这个张柴的军队相互冲杀的这个李农呢他也还朝了。师尊下令呢，把他原先的官职都恢复了。说来也奇怪，在公元349年，就5-6月间，就在石虎死他们家内乱的时候，北中国是天灾人祸频兴。你好好初夏季节，暴风拔树、电闪雷鸣、自天而落的大冰雹，就用水杯这么大，砸死行人无数。邺城的宫殿呢，因雷击起火，太武殿什么辉华殿荡然无存，只留下一地灰烬。大火连烧1个多月才灭，所以一时之间呢，后赵帝国的首都火焰照天，金石俱焚。更为可怖的是呢，邺城天落红雨，阴红如血。坐镇蓟城的沛王石冲是石虎的庶子，就是侧妃生的儿子，年纪呢比石尊还大。
听说石尊杀了石氏自立为帝，他心中还是不服，就对左右的辽左说，这左右的官员说，你看石氏是先帝御封的太子，石尊呢竟然废杀此人，罪逆滔天，传孤设令，内外戒严，孤王要亲自率军征讨。石崇的行动还挺迅速，上午表态，下午就带领50,000精兵向邺城进发，四处传檄，传的檄文啊，讨伐石尊。这个大军呢，赶到常山这个地方，各路人马已经有10多万人。结果在苑乡扎营的时候呢，石崇就收到石尊情深意长的亲笔信，就劝说什么呢？大家兄弟，血脉相连啊，而且许诺我要授予石崇你重兵，我给你大权。这石崇看着信，想了想，也觉得这个石尊言之有理，就对左右的这个将领说：“你看，哎，毕竟都是我的弟弟辈儿，死的人呢不能再复活了，那干嘛再继续骨肉相残呢？哎，我们回去算了。”石崇这句话就足以表明了，这绝对是个涉世未深的倒霉蛋，墙头草一样，可以一怒起兵，也可以一挨息兵。王族内讧，皇族内讧，记住，结果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哪有这等儿戏呢？石崇话音未落，他帐下大将有姓陈的，叫陈显，突然站起大叫道：彭城王篡世，就石尊篡世，天地不容，大王您尽可自己回去，微臣我率兵进攻邺城，擒获石尊之后，然后再率领兵马奉迎您大驾入京。这一下一来，帐中诸将，你想起兵都起兵了，开弓哪有回头箭呢，多有附和，众怒难犯啊。石崇自己把握不了大局，只得又依众人之计继续前行。石尊一听，哎，这哥哥又接着来了，又派大臣携带亲笔信劝这石崇。石崇这个时候手底下大将都不听他了，没办法，继续硬头皮往前走。无奈之余呢，石尊啊，这位所谓的新皇帝只能授予那石敏、黄钺、金马镫这些御物，派这位义帝和这李农一起率10,000精兵迎击石崇。平津之战呢，后赵王朝两支这个精锐啊，力阵厮杀。毕竟啊，石尊手下的大将军的石敏特别厉害，石崇是全军大败，他自己呢也被石敏的军士在原始县抓住，然后呢就地就给弄死了。此外呢，石崇所率的30,000禁卒也尽数被石敏等人坑杀，集体屠杀了。石赵内乱，慕容鲜卑出大兵20,000，虎视其境。东晋的大将军桓温呢，也进据寿春，步步逼近。镇守长安的后赵宗室石虎第七个儿子石苞，一看六哥石尊称尊了，他也生了觊觎之心。既然你能当皇上，我也有资格称帝啊。于是他就率领关中部队准备起兵。他手下左右长史啊，那些人都谏劝他，就是咱们干嘛窝里斗呢？石苞大怒，就把谏劝他的那个长史啊，100多人，包括他臣下，全部都弄死了。一下子身失重心。石苞这个人啊，性贪而无谋，关中那些官员啊，那些豪族啊，都知道这个家伙肯定不能成大事，许多人呢就密谋和东晋的凉州刺史司马勋联系，准备投靠晋朝，反正你石氏这个赵国也完蛋了。司马勋这个时候一接到密报呢，乐得人接应，忙率领晋军呢去奔赴，就在距长安仅200多里的悬沟啊扎下营盘，攻杀后赵的京兆太守。关内一带的地方势力也闻风而动，纷纷杀掉后赵派遣地方官，坐拥30多座坚壁，共50,000多人。哎，就这些都是汉族人，就等于和司马勋的遥相呼应。你看，石苞还没来得及进攻邺城，东晋兵马呢已经来到眼皮底下，他只得呢暂缓前去邺城去夺位，就派他的手下的将军麻丘、姚果等人率军队呢先抵抗了晋兵。石尊早就听说石苞啊想来邺城推翻自己，他就以讨伐东晋司马勋为名，派车骑将军王朗率20,000精骑啊驰赴长安。石苞呢这个时候一看见救兵来到了，以为这石尊啊还不知道自己的图谋了，就赶紧开城迎接，因为对于他来讲最害怕的是晋兵来打。王朗马上派人逮捕石苞，捆送邺城。司马勋呢这个时候看见后赵援军赶到，占不到多大便宜，就扭头杀向这个宛城，攻杀后赵的南阳太守之后就退回凉州了。石尊呢听说石苞已经被逮送入京了，东晋司马勋退兵了，这个时候深深喘了口大气。
但是呢，他放松的太早了。当初啊，石遵在李成发兵向邺城进军夺取皇位啊，他为了积劝啊他那义弟石敏为自己死战，就许诺说好好干，大事功成，我当立你为储君。现在呢，石遵称帝了，保卫做完，他就忘了事前对石敏那个许诺，也不是真忘，所谓忘了你得加个引号，就是说说话不算话了。你看，你石遵先前说封我为这皇太子，现在啥事儿没有了，石敏是非常失望。他自认为自己胸高一时啊，应该总揽朝政。石遵呢，实际上又怕这个石敏在朝中啊势力越来越大，就处处牵制他。但是当时石敏呢是统掌内外兵权，尤其是殿中禁卫军将士，还有东宫那高吏，就是身高善射那大吏卫士，一万多人都是由他控制的。而且石敏为收买人心，把许多禁军中下军的头目啊都封为这个殿中员外将军、次爵官内侯，而且呢，把这个宫内的好多美貌宫女呢赏给这些人为妻。石遵呢，只知道在朝中啊抑制石敏的这个辅政权，对石敏收买禁军军将的事情一直未加警惕，反而任意呢削夺宫内禁卫军军将的官职。这样一来呢，他自己倒成了恶人了。那么守卫皇宫的禁军将军士兵呢，得好的心中特别感激石敏，没得好就特别怨恨石遵。不久呢，左卫将军王鸾等人就劝石遵削夺石敏的兵权，石敏呢就更加怒形于色。石遵这个时候呢，他就想把石敏给弄死，但是呢，关涉到家事，毕竟呢都姓石嘛，自己就拿不定主意，他就把石建啊这些石氏的宗室的兄贵一并招入宫内。在太后正式面前呢，咱们一起议事。石氏兄弟当时啊，无论长幼都无异议，都同意把这个石敏杀掉。太后正式心软，因为她自小看着石敏长大，这石敏在他们家就跟自己孩子一样，就劝说：“你看，你们自李成回师，京奴功大，没有他就没有今日。京奴是石敏的小名，小事啊，咱们应该忍让，哪能随便就把自家兄弟杀掉？你看。”太后说话了，诛杀石敏的这个事儿呢，当时就不了了之。你这事情没有商议成，刚刚参加会议结束出门的石虎第三个儿子石建，心怀私心，一出宫门，他就派宫内的太监骑快马，告知石敏等人：“哎，石遵要杀你。”石敏闻讯，马上就劫持了当朝司空李农，还有右卫将军王基，就和这俩人，咱们，你们俩也别闲着。咱们把这石遵废掉算了。这两个人现在，你想身边没有什么从人啊，被这个石敏强拉着一商量，不敢不从啊。于是三人就商议定了，招这个禁卫军军将，然后率领三千甲士，冲入如意观，包围了当时正和嫔妃啊谈棋作乐的这个石遵。石遵当时愣了，惊问：“这谁要造反啊？”军将回答：“您的三哥益阳王石建当立为帝。”石遵这个时候也苦笑：“我如今都落到这个地步，你们立石建又能挨过几时呢？”军士早已得令，马上把石遵逼着他到了坤华殿，然后呢乱刀杀死。同时挨斩的呢还有太后郑氏、太子石衍以及左卫将军这王鸾等人，反正是跟石遵一伙的人，包括他亲妈这个郑氏全部弄死。石宗在位多少天呢？仅仅183天。石遵死了，该这石建三哥上场了。石建登基为帝，马上下诏以石敏为大将军，封武德王，封李农为大司马、录尚书事。这石建也是早死，你说你刚刚称帝不几天，他就暗中派先前在长安起事未果被押送至京的那个七弟石苞与中书令李松、殿中将军张才等人，这个才不是才郎那个才，那个人早死了，才能的才，想谋杀石敏和李农。事发当夜呢，石敏和李农两个人都在宫内的坤华殿议事呢。由于他们身边的护卫众多，李松等人呢又没有正式的皇帝诏命，就没能杀掉石敏，没能杀掉李农。而且这几个人呢还浑身是伤，打了一阵之后，你想石敏身边多少人就退回禁中了。石建呢这个时候害怕石敏识破自己要杀他的计谋，假装惊讶，马上派人前营，就把这石苞、李松的几个倒霉蛋都杀掉了，杀他们灭口。
既然先前的石尊推倒了篡位的多米诺骨牌，那么这个石家皇族一个杀一个的大戏肯定就会呢按部就班的继续演下去。镇守襄国旧都的是谁呢？是石虎的第十一个儿子新兴王石之。他呢就和羌族的姚业忠、氐族的蒲弘联合，移袭各地，要发兵呢诛讨石敏和李农。这边呢，石建就下诏派石昆为大都督，率部骑70,000人，分别去征讨石之等人。邺城的石氏宗室石成、石启、石辉联合起来，都想趁机呢诛除石敏和李农。但这些年轻王爷，你说要兵没兵，要财没财，很快都被石敏和李农呢杀掉。眼看在京城之内，这石敏和李农这两个人权势越来越大。当时有个龙骧将军，叫孙福都，这个人是个羯族人，你甭看他姓孙，就密结了3000多羯族士兵，埋伏在宫内的胡天殿附近，准备呢趁这个石敏、李农入宫的时候袭杀这两个人。石虎啊，这个人信拜火教，就那显教了，北朝当地的人称为胡天教，胡天殿就是显教的神殿。但很奇怪的是啊，你看石勒特别会胡，曾把胡饼啊改为这个团炉，胡豆呢改为国豆。但石虎时代呢，似乎又把你看祭祀显教天神的宫殿名为胡天殿，表明呢石虎本人跟他伯父不一样，他并不十分忌讳胡这个字儿。孙福都这个羯族将领呢，埋伏了3000多人在这胡天殿，可以想见的胡天殿当时有多大。你说你孙福都起事，你事先他也不和当时的皇帝石建商议，他就想劫持石建呢当个幌子，干掉石敏、李农之后呢，很有可能呢，他有可能再把这石建杀掉。当时呢，恰巧正赶上石建正和几个工人登上皇宫里的制高点那中台赏景。忽然看见孙福都指挥这个羯族这个兵士啊，砸东西搬东西，堵塞这隔道，他就又惊又怕，忙问在高处去问你要干什么呀？孙福都啊，马上反应还挺快。李农等人造反，要从东掖门进攻，微臣我正率领卫士严防，所以以此话来敷衍石建。石建这个时候马上也反应过来，他也将计就计，高声就说：“爱卿，你是功臣，好好为朕出力。”朕在这里看着立功，我肯定会大力报谢你的。孙福都这阵也来不及谢恩了，听说石敏、李农从东掖门已经进攻了，马上率领一大帮兵士就猛扑上去。那么这样一来，石敏和李农会被这个石建还有孙福都杀掉吗？我们下一集接着讲。上一集讲到大魔头石虎死之后，后赵宫廷内部内讧不断。你看石敏立下这么大的功劳，这个羯族的将领孙福都呢又率领3000羯族兵士想在内廷呢斩杀石敏和李农。但石敏是何等样人啊，他本人就是万人敌，李农呢还不是一个一般的大臣，他起活军出身，就知晓这个斗战之法。这两人手下呢也有兵将，一直就有警戒之心，所以说呢孙福都派出了3000兵马攻占，双方就打在一起。很快孙福都这些羯人就不知，你甭看他3000多，这个石敏还有李农手下人也不少啊，因此这帮人败走之间，那些羯族士兵啊纷纷被砍掉脑袋。
自凤阳殿到坤华殿之间，捷足兵士的人头滚滚，横尸相斩，血流成渠，杀进宫内的3000多捷足士兵之后啊，这个石敏和李农两个人大怒未消，宣令内外六夷胡人有敢持兵器者皆斩。同时呢，两人下令把皇帝石鉴幽禁在皇宫深处的玉龙观内严加监守。听说这国内大乱，后赵的胡人啊，或者斩官，或者御城，慌里慌张的就往外逃。为试探当时人心，石敏呢就在邺城城内下令，近日孙福都等人构逆，知党伏谋，余皆不问。自今日起，与本官同心者留于城内，不听心者听任外出。当时的景象，这个令出之后，肯定是数十年间最为壮观的混乱的场面。方圆百里的汉人，就晋人啊，扶老携幼，全往邺城里面拥。而一直以邺城为大本营老窝的截胡，还有那些六夷外族，推车挑担，拼命往外跑。看见此情此景，石敏就深知这截人胡人啊，肯定不会为自己所用，就颁下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杀胡令。杀胡令内容很简短。汉人斩一胡人，首级送凤阳门者，文官禁卫三等，武职西拜东门。只要有斩杀胡人的，文官、武将全部加位，平常老百姓全部给你新的爵位。一日之中，就有数万捷足人的脑袋堆在了邺城凤阳门的大广场上。石敏本人呢，也亲自率领汉族将士，在邺城内外搜杀这个胡人和捷人。当时呢，一下就杀了20多万。屯居四边的这个各镇也根据石敏的命令四处收杀截胡。由于当时是以首级来报功，有些长得高鼻深目多胡须的人也搞倒霉了，纷纷被左右邻居啊兵士啊杀掉，来请功邀赏。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要长得高鼻深目，长得你现在认为特英俊的相貌，算倒了血霉了。说到这杀胡令啊，我忽然想到好莱坞啊，在此之前拍了个电影叫《人类清除计划》，讲是美国政府呢规定一年当中有一晚的时间内呢杀人不犯法，于是人们平常就能利用这一晚上发泄心中的不满，而平常呢看起来斯文又和蔼的邻居，在那一天晚上都会变成杀人犯，露出人性最深处这种恶意。其实电影讲的是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恶念，当然这是个预言式的电影。而在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下都隐藏起来，那么冉闵这个杀胡令就像这人类清除计划一样，只不过它不是一晚，而无限期，甚至呢杀人还能加官进爵。可以想象当时后赵国内是怎样一个惨烈的景象。石勒占据中原以来啊，他是一直采取胡汉分治这种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歧视政策。数十万捷足人，他自以为是上等统治民族，30多年来掠人妻女，夺人财物，光天之下无所不为，没有任何约束。你想当时那城峡官至左仆射，又是石勒的亲儿子太子石弘的亲舅舅，这么高的官职，这么近的皇亲，就是因为他自己是汉族，得罪了这个石虎之后啊，这位石虎竟可以让一帮捷足人半夜闯入城家，把这个城市妇女尽数轮奸，把他们家珍宝全都抢走了，然后喧哗而归。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一个例子，就当时这个截胡对汉人的压迫和统治达到什么样的这种令人发指的地步。火山口一旦揭开，爆发的愤怒就跟岩浆一样，是无法抑制住的。仅仅邺城和周围地区就20多万截胡被杀，可以想见在石敏、李农势力可及的范围之内，这个数字肯定会更加更多。那么杀胡令一下呢，整个后赵王朝就炸了窝了，许多捷族和与捷族有关系密切的汉族高级官员就纷纷外逃，各地的地方长官呢也纷纷闭城坚守，什么姚业忠啊、蒲弘啊，这些氐族羌族的势力呢趁机割据一方，天下沸腾。后赵的宗室呢，汝阴王石昆，还有太尉张举以及王朗等数名的赵将赵官，就召集了7万大军，黑压压的直奔邺城扑来。这个时候的兵强
将广，大尧是以巨石击卵之势。石敏此时大发神威，他就率领1000多骑兵从邺城北门奔出，手执两刃矛，飞驰闯入敌阵，狼入羊群一般，敌军将士是应风毙命。石敏一次一次冲荡下来呢，3000多敌军人头落地，剩下的人一哄而散，7万多，你想打他几千打不过，飞奔逃回冀州。石敏、李农、程胜集众3万，再出邺城，前往石渎讨伐后赵的大将张贺度，活该找死。你像已成笼中之鸟的石建，在这都被软禁起来，他不消停，派一个太监暗送密信，就急召外面的劫兵啊，趁这个邺城空虚之时啊，发动进攻。谁想到呢？这位太监主意还挺大，就把密信直接送给了石敏和李农。这两个人呢，赶忙率领军队啊，迟还邺城，冲入皇宫，二话不说就把这个石阶剁成了数段，然后呢又杀光石虎邺城之内所留下的38个孙辈，基本上把邺城之内的剩下的石氏宗族啊杀死了一个不剩。那么这石阶当皇帝当了多少天呢？103天。所以说我们算一下啊，自从石勒于这个东晋成帝咸和3年称王，就公元328年，到这个穆帝永和6年350年石建被杀，后赵才多少年呢？23年，一场空忙，全族成灰。那么石胡的小儿石昆呢，后来在襄国趁乱逃出去了，和他妻妾数人千辛万苦跑到哪儿呢？跑到东晋的建康啊，投奔东晋了，但马上就被东晋政府收捕，斩于闹市。所以说有句话，一家人啊最重要还是整整齐齐啊，这事儿好了。石虎13个儿子，5个人被严敏所杀，7个人呢自相残害，1个人呢被东晋政府斩首，最后是一个不剩。石氏王朝啊，其实早在建立之初啊，就已经注定是一个必将失败的王国。为什么呢？即使石勒死后，他的太子石弘顺利登基继位，即使石弘不停地纳这个汉人姑娘为后妃，即使石氏帝王2代3代之后身上的汉人血统日益增多，即使石氏对汉人的压迫日益减轻，即使所有的假设都成为现实，石氏王朝也不可能长久地统治中原地区。为什么？很简单，石氏王朝的统治主体是一群来自西域的杂胡汇合而成的，这帮人呢高逼深目，杰人，就算他们是昭武九姓当中的一个大姓，也仅仅是对于当时中原来讲异姓胡人而已。中原地区如果不发生战乱，司马皇族如果不是内乱，这帮相貌怪异的家伙他连做梦都不会梦见自己会离奇到能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而且呢，他们这些人文化基因太差，重商轻农，几乎人人都有恶霸习气。你想30多年来饱受欺压的汉人，对这些身穿奇装异服、头戴这个金线啊、这铝制的这种合欢帽、相貌令人生憎的这个杰人呢，怨入骨髓。一旦仇恨的这个盖子揭开，肯定会倾尽夙愿。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两晋时代，我们汉人血液中啊，依旧澎湃着那种雄武、飒爽、英姿，那复仇的那种血性。怯懦啊，忍让啊，退缩啊，还没有成为啊，当时这个儒家文化传统当中的主要积淀。因此呢，一旦汉人寻找到翻身报仇的机会，主体民族啊，曾经成为被压迫民族这种莫大屈辱，就会一下子得到宣泄，他们所爆发出那种毁灭性的力量，也必定令人瞠目结舌。所以就因为这样，羯族统治者30年的残暴，在历史极短的瞬间，就遭到了灭族的报应，这一个民族羯族就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既然如此，你看这样一位一身几十年汉人豪气的石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石敏这个人啊，他肯定原来不姓石，他原来姓冉，小名曾奴。他的父亲偃瞻啊，本来就是乞活军首领陈武帐下的一个少年兵。我们前面讲过，西晋的乞活军就是晋末大乱的时候啊，
源自滨州的一种兵民混合的这种组织。这些人呢是以家族为单位，当初呢从滨州追随司马腾出外救食，就出外找吃的，目的就是乱世之间求得活命，所以这个支军队呢号为乞活。当年石勒呢击破乞活军的首领陈武，俘虏了不少乞活军的军将，其中呢也包括当时年仅12岁这个冉瞻，就是冉闵他爸爸。后赵的开国皇帝石勒当时挺喜爱这个少年的相貌英挺，就让这石虎啊认这个冉瞻为义子。冉瞻这个人从几岁开始就跟随乞活大军四处的冲荡，所以这个人也是勇猛多力，他从小就是良将的这种料子，在这个石虎帐下呢逐渐也立下赫赫战功，而且最后还做到侯爷，就是西华侯。那么冉瞻盛壮之年呢就在军中呢这个病死了，石虎呢对待这个冉瞻留下的孩子冉闵呢就如同对待他那些孙辈一样，就也非常喜爱。这个老街胡石虎呢虽然是个暴虐的君王，应该一直是宠爱这个少年丧父和自己没有任何直系血统的孩子。冉闵这个人呢从小就非常果锐，长成之后呢身长8尺，善于谋策，勇力绝人，所以说一直是石虎帐下得力的勇将，当过什么游击将军啊、北中郎将啊什么的这些这个官职。特别是先前石虎进攻慕容鲜卑的时候呢，20多万军队全线崩溃，唯独冉闵一军独全，由此他功名大显。先前那个高丽都梁犊率领东宫的外派的这个劳改的东宫卫队的叛乱了嘛，冉闵作为这个讨伐的军队的前锋呢，啊，他就连连取胜，所以说这个石氏啊，这个家族当中、皇族当中，包括后赵的那些大将当中，都对他敬而淡之。古代军将啊，拼比的就是勇武和果决、胆量和血性，速战速胜啊，对人就让人对这个冉闵不得不服。那么乞活军当之所以背井离乡出外乞活呢，本来就因为各地胡人叛乱啊，无粮无地陷入绝境之后，不得已才冒万死成为兵民。陈武这个人临死还嘱咐诸将，莫是胡也啊，千万别成为胡人的帮凶。冉瞻被就是俘虏的时候已经12岁了，所以说艰难困苦之际，这个人都早熟。他身边的叔叔大爷哥哥们前赴后继，死于胡人之手无数，想必在内心深处留有深深的记忆。冉瞻这个人呢，虽然被这个石家这石虎养以为子，食人之食，死人之事，但他肯定心中依旧有一定的是非界限。而且石氏政权中，这个乞活军的旧部呢是一大的这个势力，肯定也会某种秘密的形式呢有一定的联系。平素大家在一起，肯定也会抚今追昔啊，说从前那事儿。因此呢，我就猜想啊，冉闵的少年时代也一定常常听父辈讲起从前的往事，对过去乞活军的英勇抗胡和英勇抗击劫人的这种这个血腥的这种战斗有着深刻的印象和直观的感觉。所以说呢，综上所述，冉闵颁布杀胡令大杀劫胡也绝非他一时那兴起之举。平心而论呢，冉闵这个人呢在历史上众说纷纭啊，有人呢把他神化成为当时汉族的大恩人，有人呢又把他说成什么三姓家奴是个屠夫，这些说法说句实话都有偏颇。冉闵当时颁布杀胡令禁诛截胡，让胡人部族呢愤愤惊慌逃离中原，确实不可否认的事实。而当时汉族百姓愤愤起来杀胡，其实呢也是对胡人数十年来呢残忍杀戮的一种积怨的总爆发。冉闵的历史功绩，我觉得如果公正的来讲，绝对不是说他一纸诏书杀了多少劫人或者救了多少汉人，而是在于他这样一位豪杰呢，终于在16国时代激发了汉人的血性，终于让各地的胡人知道汉人绝对不会任人宰，同时呢极大震撼了北方蛮族对中原的野心，同时呢也使得东晋王朝获得了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保全了汉民族呢最后的正统。而且呢，冉闵这样的一个人呢，更让我们认识到，一个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可能被灭亡的。他短暂而波澜壮阔的一生呢，也证明这样一个道理：汉民族不仅能创建光辉的文明，更需要强大的武力去捍卫这种文明。
杀了石建之后，这后赵国中无主了，因此呢，不少大臣联名上书，就请冉闵称帝。冉闵这个时候呢，就请李农，就说你做皇帝。李农就死让冉闵。开始阶段，我觉得这两人之间的谦让是发自内心的。你想，数月之间，这两个人历尽艰险，多次差点被羯人将士攻杀，可以说是同呼吸共患难的生死之交。冉闵呢，一直犹豫，表示你看，我们从前都是晋人啊，现在你看在江南一带，晋家皇室犹存，我和驻军呢分割驻郡，各称牧守公侯，奉表呢，这个迎返晋天子，还都洛阳，各位以为如何？这个时候呢，有个叫胡牧的尚书首先发言，就陛下您圣德英天，一登大位，晋室衰微，远窜江表，岂能总御英雄，混逸四海乎？这话虽然有拍马屁的水分，但基本上也是事实。司马氏皇族个个怯懦，东晋兵士又屡战屡北，在如今的情势下，你迎奉这个晋朝司马氏来中原，恐怕那些人还真没胆量踏进这块被北方胡人经营了30年的广大地区。冉闵呢，禁不住众人进劝，就于公元350年这个年初继皇帝位，国号大魏，立他的儿子呢冉挚为皇太子，以李农为太宰，封他为齐王。那么冉闵所建立这个魏国呢，就是历史上的冉魏。当时呢，这个时氏的赵国呢算是灭亡了，这个冉魏这个魏国呢新立，周围各方面的力量蠢蠢欲动。东晋朝廷呢听说这个中原大乱啊，他也想复国。姚业忠和蒲弘呢，这些人呢都想具有官右地区。老羌呢，就是这个姚业忠啊，首先派他的儿子这个姚襄率50000精兵进攻老战友蒲弘。蒲弘迎击，大败羌军，斩获30000首级。大胜之下的蒲弘自称大单于、三秦王，改姓府。为什么改姓府呢？当时琛文有草父英王，他的那个孙子这个蒲坚啊，背后有个这个纹路，就像府字，因此他从蒲就改姓府了。燕王慕容俊呢，这个时候也派兵四出，准备夺取赵国地盘。同年4月呢，镇守襄国的原后赵的新兴王石虎的第11个儿子石之称帝，他呢就派他的石哥汝阴王石昆为相国。这个时候6夷的胡人由于冉闵杀胡之事已经做绝了，就愤愤承认石之的政权，而且接受了石之的封号。5月呢，冉闵忽然又杀掉了李农，还有李农3个儿子，同时呢又杀掉了尚书令王默、侍中王衍、中常侍严震、赵升等人。这史书上记载的各种史书呢，对这个冉闵杀李农一事呢都没有详细的进一步的解释，也就是杀谁谁谁谁谁谁。冉闵政权非常短命，他没有实录这些官方史书，继之而起的慕容鲜卑呢就杀掠汉人，自然他也不会关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按照我的揣测呢，冉闵杀李农呢依旧是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在作怪。权力是人生中最大的腐蚀剂，你武将出身的冉闵和李农更不会例外，从前平起平坐，一朝奋为君臣了，人心呢总争短长，总会有小事引起不忿。你想啊，君威和臣顺那是在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习惯层自然。冉闵和李农呢，这两个人呢平常都是同事，这个时候不仅臣疑君，君更疑臣，加上李农呢他并不是纯文人出身，他有杞活大军做后托，逐渐呢肯定会成为对冉闵皇位呢是成为直接的威胁。那么从和李农一起被杀的那些人的官职来看，你想有手握朝权的尚书令，还有居于深宫的中常侍，种种迹象表明呢，这些人呢应该是想里应外合，很可能是想杀掉冉闵，然后再推李农上位。为此呢，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冉闵呢，现在成皇帝了，自然呢就稍稍占有威权的优势，趁早一步就把老战友送上西天了。历史上有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啊，就是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多少英雄豪杰的一世英名都败坏在这一点上。冉闵杀了李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时分散各地的杞活军那些汉人呢肯定不会继续为冉魏政权卖命，
从而呢，他也失去了一支特别重要的支援力量。估计内忧外患之下呢，冉闵心里着慌，他就派遣使臣到江南，对东晋表示：“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逃者，可遣军来也。”冉闵自己称帝啊，这就让江南的司马氏小朝廷啊，就心里特别不舒服。现在看到冉闵的来书，语气倨傲，而且以敌国礼来见，就好像你跟我同平起平坐了。所以说呢，当时自标正朔的东晋自然是对于不加理睬。那石之呢，在相国旧都称帝之后呢，啊，许多胡人都纷纷来投奔他，很快他就找到了感觉。公元350年8月，他派相国石昆还有镇南大将军刘国率领10万大军进攻邺城，双方呢就战于这个邺城，一下子石昆大败，10000多军士被杀。刘国等人呢又与后赵将军张克度等人联军在昌城集结，准备再次大举进攻邺城。冉闵这个时候呢，先派将军王勤等3位大将率领步骑12万在皇城屯扎，他本人呢亲统8万禁卒为后继。双方又接着打，在哪儿打？在仓厅。后赵大将张克度啊，实际上是个沙场老将，但在战场上一开打，他打不过冉闵，10来万人的军队一下子被杀近3万，除主要的战将骑快马逃跑之外，其余的将士都被冉闵俘虏了。这个时候呢，冉闵振雷而还，戎卒30万，旌旗钟鼓，绵亘100余里，看上去一时之间绝对是天下无敌。这个时候的大魏帝王冉闵呢，就处于他人生的巅峰。虽然如此，有识之士早已经预见冉闵这个人啊，以后肯定会有大事发生。当时一直隐居的有一个这个陇西名士叫辛密，他就写信给冉闵，劝说到了物极必反，君王您现在大功已成，现在呢应趁着如此大捷归身向晋朝投降，这样的话呢日后呢必享高寿，必会得到特好的这个结局。这种劝诫，你说我这个时候已经戎卒30多万在中原地区横冲直趟，已经称王称帝的冉闵根本听不进去，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怎么可能再向东晋称臣呢？他完全沉浸在他自己单人独臂能纵横天下这种快感当中。公元350年这个年底，冉闵亲自率领步骑10万进攻相国。大战之前呢，他封拜自己的儿子太原王冉印为大单于，也是个少年人了，骠骑大将军，还以呢1000投降的胡人，身材高大全副武装的，配自己的太子为亲军。当时有个光禄大夫汉人叫韦小的，就切谏，你看胡杰我之仇敌，今来归附，苟存性命耳，万一为变，悔之何及？您应该把这些降胡全部诛除，全部赶走，去掉您的单于之后，方为杜渐。冉闵当时你想起活军用不了了，他正想收买众心，就俘纳这些胡人，大怒之下呢，下令诛杀韦小还有他儿子韦伯阳。冉闵这个时候绝对是头脑发昏，开始步步走向灭亡。我们想一想，他的杀胡令一下，中原50-60万羯族人都被杀掉了，胡人对他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不可能真心拥戴他。他的皇制呢，你想本来是汉族统治，他本身又是汉人，忽然他又效仿匈奴刘氏和羯胡石氏那一套，实行胡汉分治，重新启用大单于这个位号，这就制度上的反动和大倒退。而且呢，给他亲儿子太子冉印身边配1000全副武装的胡兵，无疑是呢把一只肥羊送入羊群，等于是让一帮狼来牧守这一只羊。相国这个地方，就今天邢台，就是后赵从前的这个首都，城特别坚，壕特别深，一时之间难以攻下。所以猛攻3个多月，冉闵的军士死伤无数，依旧是未能把这个相国给攻克下来。那么如此情境之下，冉闵这位大英雄会放弃吗？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们上一集说到，这个石虎的一个儿子叫石芝的，他当时呢一看天下大乱，冉闵的颁布杀胡令，各地胡人纷纷被杀之际呢，他也在就是当时这个后赵的原来的首都相国称帝。他这一称帝呢，冉闵也急了，自己亲率这个重兵啊前来攻打。石芝这个时候呢，困兽夺气啊，马上的自去皇帝之号，又称赵王了。他派他手下的官员张举亲自前往慕容燕国啊那里求救，许诺说呢要把传国玉玺送给燕国，同时呢他又派他手下的将军张春去那个羌族啊他那个豪酋姚业中处，也是祈求军队前来救援。姚业中呢当时还是忠于这个赵国了，他就是马上派他的儿子姚襄率领28000兵马前来救援。慕容俊呢当时也派他手下的将军派30000兵马前来救援。这些人来你说真来救罪失职的吗？不是，大伙儿都是来看一看有什么便宜可以顺手捞一把。冉闵呢听说燕兵前来救这个失职，马上派他的手下的一个官员叫常伟的出使燕国，就劝慕容氏你们不要出兵。慕容俊呢当时见到常伟开口就加以责斥，冉闵此人乃是石氏的养子之后，负恩作逆，岂敢妄称尊号啊。常伟这个时候呢不辱使命，正色回答道，商汤放桀，武王伐纣，以兴商周之业，曹孟德养育宦官，莫之所出，足立魏国之基，苟非天命，安能成功？推辞而言，何必质问呢？说你看我们这个皇帝冉闵他当皇帝就是天命所在啊。慕容俊一看这一问喝不住对方，接着又说了，据说冉闵称帝之后自己铸这个金像来这个占卜成败，他多次铸这个金像每次都铸不成，这是真的吗？常伟就回答根本就没有此事。你看慕容俊就要问了，南来此人皆言及此，你何必隐瞒呢？他自己就铸了多次金像都铸不成。常伟这时又说了，奸伪之人才会假称天命迷惑众人，凭借铸像啊龟谱一类的东西自重，我大魏帝王手握玉玺占据中州受天命而称帝，怎么反真为伪做出什么自铸金像这样胡人才做的傻事呢？慕容俊就追问，那传国玉玺在哪里啊？常伟回答，就在邺城啊。慕容俊这个时候心中就疑惑，你看相国的石芝派他手下大臣张举来哀求我们出兵，他就是说如果我们燕国出兵就送我的传国玉玺，这个宝物应该在相国的石芝那里才对啊。常伟闻言冷笑，傲然答道，杀胡之日在邺城宫内那些胡人啊基本被杀的一个不剩，即使有漏网的人都窜于沟坎暗洞之内，怎么会有人知道传国玉玺的下落呢？张举来求救兵就是骗您送玉玺，这就是骗人。慕容俊还不信，他就派人堆了个大柴堆在常伟身边，又派臣下劝诱，不说实话恐怕您就要被烧成灰烬。常伟呢不为不惧，就正言道，时事贪暴，当年吕公燕国有必灭之心，我大魏国主呢诛灭时事虽然不是为了燕国来报仇，但是也有利于你们慕容鲜卑这个燕国啊。作为燕国的臣子，听闻仇国被灭的消息，你看你们这些人应该欢欣鼓舞啊，不应该来威胁我，还为难我这样一个大魏使臣啊。听说人死之后骨肉入于土，精魂生于天，你们现在啊最好做点好事，赶紧加柴点火，让我能尽快到达天帝那里诉说此事。你看看到常伟这个人如此坚贞不屈，那些鲜卑兵将纷纷拔刀提剑要赶过来杀掉常伟。慕容俊呢这时候假意喝止，说这个人不怕杀，你看他想一寻其主，忠臣也，即使冉闵有罪跟他的使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夜间呢慕容俊呢他得那个玉玺心切，他又派常伟的老乡有个叫赵瑜的这个人就劝说，常君啊您何不实话实说呢？燕王大怒，要把您流窜到辽海苦寒之地囚禁。
常委呢一听此言，一脸平静，说：“你看我自束发以来，不欺不依，平常跟我结交老百姓，我都不骗他们，况人主乎？况且对你们这个燕国的这个人主呢，曲意苟同，性所不能。你让我低三下四，说一些好话骗别人，哎，我干不出这事儿。如果燕王对我不满，你把我沉落东海，我也在所不辞。”慕容俊呢，心中还是佩服冉闵手下这个血性悍人，不辱使命，就下令先把这常委软禁起来。在相国方面呢，腹背受敌啊，冉闵就想亲自出战。冉闵手下当时有个将军叫王泰的，他就劝：“你看现在相国我们没有攻下，这个外援云集，又有氐族的，又有鲜卑这些人来，他们就想我军出战，然后呢腹背夹击我们。现在呢就应该坚壁高垒，观势而动，寻找机会出奇兵。况且陛下您以万圣之尊亲离行阵，万一有失，大势去矣呀。”冉闵觉得这个将军劝得有道理，不停点头。不料呢他身边有个道士叫法饶的，这个人死催，他根本就不懂得军事战阵，他就口出大言：“我观天象，太白入王，当杀胡王。陛下您呢，你看包围相国日久，无尺寸之功，如今外贼大至，又畏敌不击，如此呢您何以服众？”法饶这么一击，使总爱逞匹夫之勇的冉闵拍案而起，拔剑下令：“我战意已竭，敢见足者斩。”于是呢西众出战，把所有的军队弄出去，一定要决战。冉闵军队当时你想在坚城之下已经待了这么久，日久无功，所以说大伙都非常疲惫，本来的进攻能力就大打折扣了，如今呢背面又压来两支生力援军，所以说那些战士啊心内都生惧了。如果依据王泰啊先前的这个劝告，稳定军心，相持下来之后指挥得当啊，还有可能击败前后之敌。当时呢冉闵头脑发热，下令出击，正好撞在前来支援的羌族啊鲜卑族军队这个锐毛之上。结果呢自然不会出人意料，冉闵的魏军在三面夹击之下一败涂地。虽然大败，冉闵这个人呢他的个人作战能力相当强，最终呢他率领十余骑逃还邺城。最倒霉呢要数他的儿子冉印，先前你看冉闵配给他1000胡人嘛，本来是给他当这个禁卫军的，这个时候呢这些人不仅没有临危救主，而是突入帐内绑上这位王子，像呢以及和他正在议事的大臣，就向石之投降了。这两个人啊到了相国之内立刻被绑在大柱之上，那些胡人满怀深仇大恨，对这些人呢加以肢解虐杀。邺城之内呢一时之间呢也是大乱，都讹传冉闵已经被杀了。传定之后呢冉闵亲自出行，然后行郊祀之礼啊，大伙儿一看，哎呦这皇帝还活着，哎，众心稍安。痛定思痛呢，他下令追封被自己杀掉的先前被杀掉的那个韦小为大司徒，马上还下令肢解了给自己出馊主意出战的道士法饶啊，这个法饶是父子两个人，把这个爷俩都给肢解了。你说这老道命还挺大，他愣从战场上活着跑回来，你说你还不自己撞死算了，非等着别人把大卸八块。咱们再说回相国，那个赵王石之喘过气来了吧，他马上派的手下大将刘显率领70000兵马进攻邺城。这个刘显呢一路行进，驻军在距离邺城20多里的明光宫。这个时候冉闵呢就变成了守方了，当时呢冉闵忧心如焚，他就马上招这个魏将军王泰入宫，想和他共商大事，如何抵御这个刘显。王泰就深恨此前自己的这个计策这个冉闵不用，就托称败退之际我中了箭了，伤重不能前来，他就派手下人告诉说我不能前来议事了。冉闵呢于是亲自上门探问，王泰坚称自己有病啊，我就打不了仗。冉闵此时大怒，骑着马驰还宫中，就对左右说：“王泰这个巴奴，朕之身家性命难道靠他吗？看我先灭群胡，回来再斩王泰。”他为什么说他是巴奴呢？因为这个王泰啊是巴地的那蛮族出身。冉闵这个人果真英雄，凭借他一腔豪气率领军马出战了。
刘显那些人呢，觉得这个冉闵刚刚大败，肯定龟缩城里不敢出来。谁知道呢？刚刚大败的冉闵竟然率领军队呢，首先冲出来了。这冉大英雄，全身锦袍，立马当先，如风一般，已经杀入了后赵军中。一下子刘显大败，冉闵啊，这次出战一下就斩敌军的首级30,000多。乘胜追击，冉闵一直把刘显追杀至阳平。刘显这个时候吓坏了，秘密派人请降。他怎么跟这个冉闵说？您放我一马，我回到相国之后马上把这个石之杀掉，以显示出我对您的效劳之情。冉闵得到密报之后呢，这才停止追兵，大胜而归。此时呢，邺城之内呢，有人就上告这个王泰啊，想逃入秦中，冉闵呢就把他给杀了，还把王泰的三族呢全给杀了。由此可见，冉闵这个人还是一介武夫，他呢也没有人君的这种气量。你像先前王泰，如果他听了王泰，哪有相国之败啊？刘显这个人说话算数，他率领那残军败将回到相国之后啊，趁着汇报工作的机会，忽然拔出刀来，就把那赵王石之还有他的宗族高官10多人全杀了，然后把这些人脑袋放在匣子里，都送到邺城，给这个冉闵，报功。冉闵呢就命人把石之的首级当街焚毁，下诏封刘显为上将军、大单于。还有一件事儿值得一提，就是在相国会战的这个燕军统帅回去之后啊，就向慕容俊报告实情，燕国上下才知道这石之手里根本就没有传国玉玺。慕容俊呢大怒之下，就把石之先前派驻这个使臣张举给杀了，然后又把那个冉闵派来的使臣常伟给放了，还派人找到这个在中山的这个常伟的4个儿子、2个闺女，就让这一家人团聚了。那么石之手下那刘显回到相国之后，能把石之给杀了吗？他这个时候的感觉又来了，觉得你看我在从前赵国的首都，他的旧都相国，我自己现在有这么多兵马，于是呢他也想趁乱占地为王，于是他又称王了。但他称着什么王？因为这个人短命又倒霉，史实上根本就没有记载他到底称什么王。反正呢他称王之后呢，他又自找麻烦，进攻冉闵辖下的常山。冉闵这个时候就留大将军蒋干辅佐他年幼的太子冉挚，他们冉印都被杀了嘛，就这个时候他又立的那个小儿子冉挚为太子，然后就命的蒋干啊，这蒋干跟三国那个蒋干道书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啊，留守邺都，他自己率领8000精骑持救常山。冉闵军马一到，冉闵这名头太大了，刘显的大司马，他任命的大司马王陵就率军投降了。冉闵根本就不给刘显任何这个缓神的机会，以少击众，再次大败刘显，乘胜追到相国。这刘显刚刚逃入城中，就想平城据守啊，但他手下的这个将军有叫曹福居的，马上大开城门向冉闵投降。冉闵这个时候大开杀戒，一下就把刘显还他手下刚刚任命的这个公卿100多人全部都弄死了，又把石勒经营数年这个相国公室一下子烧成白地，然后把所有的相国这些百姓都迁到邺城。根据史书记载呢，魏主冉闵即克相国，因由使常山、中山驻郡。史书这个记载透露出这样一个消息，冉闵虽然屡战屡胜，但也是呢军中缺乏粮食，所以他只能率领军队四处游食。冉闵称帝之初啊，他为了树自己的私恩，把时事政权推居各地的粮仓全部打开，任由老百姓那些军队谁缺谁就取，这个就缺少长远的战略眼光。加上呢他一直的军队与这个羌族军队啊、胡族军队相攻，无越不战，冉闵的他这个粮食啊储备很快就消耗殆尽了。而且呢当时大乱四起，老百姓根本没有时间去耕种，所以说那些粮食吃食啊只能是坐吃山空。公元352年，也就是东晋穆帝永和8年5月间，燕王慕容俊呢就派他的这个亲族啊慕容恪、慕容霸等人呢深入中原，进击冉闵以及呢其他后赵的残存势力，他也想染指中原了。
这个时候慕容鲜卑的部族的军队啊，已经把那幽州啊、冀州啊什么这些地方都已经这个抢夺到手了。因此呢，一看，你看慕容鲜卑，哎，他们也来搅这一水，冉闵就率领大军与慕容恪这个鲜卑军队很快相遇，双方准备开战。冉闵手下的大将军董延和车骑将军张温这两个人久经战阵，这时候就劝说冉闵：鲜卑乘胜锋锐，而且呢比众我寡，我们应该啊先躲避他们，等他们慢慢交舵了，慢慢粮食消耗的差不多了，然后再增兵攻击之。冉闵不听，当时还大怒：你看我正想以此众平幽州，斩慕容俊，如今呢遇到慕容恪而避之，这人们会怎么说我啊？你看冉闵刚愎自用，他就一心啊就要一战与鲜卑军队拼个高下。冉闵如此固执，他手下的一些大臣都深知啊祸不远矣啊。其中两个大臣就说了：你看我们这个帝王就干这种事儿，现在又跟人去硬碰硬，我估计这次啊肯定回不来了，我们别在这儿坐等露乳了啊。这两个人就自杀了。冉闵对朝中的这些事儿啊基本不知情，慕容恪呢就引鲜卑兵逼近，当时呢冉闵在安喜扎营，由于深惧冉闵的神勇，这慕容燕兵呢他也不敢贸然进攻，冉闵呢就率军往常山方向转移。慕容恪呢这个时候鼓起勇气挥兵进击，双方呢力阵于莲台，开始实打实的这开始交战。十次交锋，虽然鲜卑兵马当时啊数倍于汉人这个卫兵，每次都大败，更可一提的是当时燕军的慕容鲜卑是骑兵，冉闵属下基本上特别多的都是步卒，你看燕兵有如此优势依旧不能战胜卫兵。冉闵这个人你想他平时就是以勇武著称，兵精将锐，所以说鲜卑慕容啊这个军马上上下下对他都特别畏惧。我们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个人的神威勇武就能成为军中之胆，发挥超常的能量。悍勇野蛮，你想那鲜卑军队竟也看这个冉闵这个汉人面对他也吓得瑟瑟发抖，我们可以想见当时这位大汉英豪的能力和刚武。慕容恪呢是鲜卑军中罕有的智勇双全之人，最后呢慕容恪呢想出一招毒计，用连环马这个计策呢引诱冉闵的步军呢在平地决战，而且他对他手下的助将还命令道：冉闵这个人本性非常清锐，他现在人又少，一定就想着和我军死战决战，我后集军中之阵以待之，等到合战之时呢你们这些人从旁边击之，必可大胜。冉闵大英雄呢此时骑跨猪龙宝马，左操两刃矛，右手呢拿了一个钩戟，身先士卒击冲这个燕军的这个军阵，当下的一人斩杀300多燕兵燕将。所以我们冷兵器时代我们想一想，就是300多个人站那儿不动，你让现代人的体力你把这300人都杀了，你都没那个劲儿，你最后杀的胳膊都软，而且他在这是战阵之中，远远望见大旗，冉闵知道就是敌人中军慕容恪在那里，因此呢纵马直冲过去。慕容恪呢一挥令旗，燕军的两翼收摆，就把冉闵的全军呢围在中间了。如在平时啊，以冉闵这种神勇会在极短时间内率众杀出一条血路，万马军中他会突围，但这次战阵呢慕容恪用的是连环马，所以说那些人和马即使死掉依旧锁连在一起，形成重重障碍，等于就阻挡了冉闵还有他手下兵众这种突围这种路。三面受敌之下寡不敌众啊，激战半日，魏军呢悉数英勇战死，就冉闵手下的一些军队最后又被那箭射这个刀捅，最后都光荣战死。冉闵大英雄虽然被围数重，那就跟当年的项羽一样，最后依旧能溃围而出，他向东跑出20多里地，哎，估计是上天绝人，这位大汉英雄所乘的猪龙宝马啊，时间激战时间太久了，哎呀，忽然倒地而毙，就把冉闵呢摔在地上。当时你知道马一没，肯定的将领这英雄就施展不出来了，鲜卑骑兵一拥而上，活捉了这位盖世英雄。
此时呢，冉闵作为俘虏，就被送到了这个蓟城。当时这个慕容俊就在那儿待着，慕容俊马上下令把冉闵啊送到大殿之内，高声斥责：“汝奴仆下才，何得妄自称帝？”大英雄冉闵呢，强龙见父，你看这么一个强龙到了浅滩，依旧不失冲天豪气。当时啊，他虽然浑身五花大绑，一脸蔑视，声若铜钟，道出了响彻两晋南北朝时代汉人的最强音：“天下大乱，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欲篡逆，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可做帝王乎？”你自己高坐殿上，啊，你看这个冉闵被五花大绑，还这样呵斥自己。慕容俊呢是又惨又怒，马上下令把这冉闵送于龙城处斩。冉闵死的时候年纪才27岁左右。值得称奇的是呢，燕国境内在这杀了冉闵之后，一时之间大旱，什么蝗灾四起。处斩冉闵的这个鄂靖山周围7里地啊，草木尽枯。鲜卑人特别迷信，又从惧呢这个勇武之人，认为冉闵死后就为了神了。慕容俊赶忙追谥冉闵为道武天王，立庙祭祀。祭祀当天，天降大雪，一股中州英雄气直入萧汉化雪来。杀掉冉闵之后呢，鲜卑大军呢是乘胜而进，这个大军呢就把邺城包围了。当时留守的呢是冉魏大将军蒋干，一看情势危急，他就派他手下这个将领缪松还有刘仪两个人呢拿着这个就是表示自己这个归顺的这个表奏呢想到江南去，想要归顺司马氏。东晋的濮阳太守戴师呢，他当时正率领兵马从沧源进驻这个吉津，就拦下了这个刘仪两个人，就索要传国玉玺。缪松呢这个时候没办法，只得跑回这个邺城，表示呢你看晋朝的将领要求得到传国玉玺才相信我们是真归顺。蒋干呢沉吟半晌，就是当时就没法决断。戴师这个人呢得到玉玺那种心情又特别迫切，他自己亲率壮士300人就进入邺城，就帮助这来驻守三台。他面见蒋干就说了：“你先把传国玉玺给我，放在我这里保管，现在城外盗贼横行，我不敢立即送回朝廷，但皇上听说玉玺在我这里，定知您投顺至城，马上会派大军运粮而至。”哎，看到戴师说的有道理，蒋干就把传国玉玺交出来。戴师呢就假称派都护何荣出外迎取粮草，暗中呢就让这个何荣怀揣传国玉玺送回京师。至此象征着就中国古代皇权正朔的传国玉玺就重归了晋朝了。江南之未得玺也，中原谓之为白板天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江南这个东晋王朝建立之后，因为没有真正的传国玉玺啊，当时中原的这些人都说你还称王称帝，你就是白板天子。就这个一块玉石大印，它的象征意义特别重大，超出我们现在人的意料之中。如果没有这块玉玺，东晋皇帝他就像做官没有委任状一样啊，确实是让人觉得特别尴尬。玉玺都送出去了，但是鲜卑军队啊攻这个邺城越来越急。蒋干当时横下心，率领锐卒5000还有数百来援的晋兵出战，结果呢寡不敌众大败。不久呢城中军将有人打开城门投降了，蒋干戴师等人呢没办法，只得弄个绳子顺着这墙往下走逃跑了，就逃归到沧源。冉闵的皇后董氏呢还有他太子冉挚呢那小孩都被生擒了，送往这个蓟城。数位冉魏高官呢这个时候一看国家灭亡了，自杀殉国。冉魏呢就此灭亡，立国3年。慕容俊呢这个时候就对外说瞎话，就诈称冉闵的这个皇后董氏啊向自己进献传国玉玺，而且呢赐董氏为奉玺君。很快呢这个鲜卑人也自己称帝了，改元元熙。你看这块这块玉玺对于当时这些人来说就这么重要。石虎当政末年，兵役繁星，天灾人祸，中原广大地区农业已经一蹶不振了。冉闵建国之后连连累月互相攻占，汉族市民的生活是更加困苦不堪。
从永嘉年间匈奴刘氏军队啊残掠攻杀，就307年到312年之间的永嘉年间，中原都是萧条，千里无烟，各地胡人部族呢愤愤呢啊迁徙过来，大多是被当时当权者迁入中原地区的。那么318年的石勒迁羌族、胡族、氐族10多万人在河北驻郡，320年呢，这个刘耀又迁巴底20多万人于长安，329年呢，石勒又迁氐族、羌族15万户在河北，332年，石虎又把这个氐族啊、羌族数万户迁到关东，而且呢，命令啊氐族的豪酋这个府红，也就是蒲红啊，居于坊头，也就是今天河南浚县，并以羌酋就羌族的豪酋姚业忠的为西羌大都督，居清河社头，也是今天河北的枣强。等到冉闵下杀胡令啊，他就是想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少数部族对中原地区的威胁。当时他严命清雍荆州西户及驻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凡是到中原来的这些人，你赶紧回你们原先的地方去。于是呢，中原再次大乱，这些移民之间啊互相杀掠，加上饥饿疾病啊，最终活下来回到原先地方的不足1/5。此后呢，府弘的儿子府建又率众入关，在关中地区呢建立了府秦政权。姚业忠的儿子姚襄也率众西归。三原一战呢，他就被府氏打败杀掉了。他的弟弟呢姚长呢就率众投降了啊这个府氏政权。所以说呢，冉魏的汉人政权这个时候是孤掌难鸣，处于群胡啊这些部族的包围进攻当中，最终呢不敌而亡国。经过大战、饥荒以及无数次的杀戮，幸存下来的汉人有多少人呢？就中原的20多万。对胡人杀戮残虐的恐惧啊，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恐惧到了极点了，就聚集在一起，扶老携幼奔向黄河，抢渡之后呢，就准备投奔东晋政权。但当时呢，本来是应该接应的东晋的征北大都督楚侯提前回军了，所以把这20多万这个汉族民众呢就撂在汉地里了。最终这20多万汉族民众呢被依次阻截，被那些各地的胡族兵士报复性的屠杀殆尽。这个呢就成为冉魏政权灭亡之后的一个巨大的黑色感叹号。